啊，你有戴手套吗？你如果只是见龙鳞是还好啦，见龙鳞只是说你爬完见龙鳞再原路回来。啊，你如果是要完整的，就我们也是是走车巨子停在下面啊。对对对，到茶壶山那边下来，哎，到大那概个劝化劝进堂，劝进堂那边大下。概快一点的人大概4个小时啊，啊，慢一点的大概5、6个小时的。这么快，我以为见龙鳞很长只是到劝进堂哦。他们说，哎，那你如果要走回来的话，大概七个小时左右，那我们可以七个多小时。走回来啊。对啊，走回来啊，我们就走绕一圈啊。要吗？不然你下次别人带你，也要有机会啊。真的。对。他是我们今天拜托他带，所以想说要来走走看啊。那是刚好他走好多遍了。有半走就 OK， 对，最安全，没有半走才是要危险。对，自己走危险了，因为自己有伴的话，怎么称呼啊？什么名字？叫魏轩。喂。魏轩。魏轩叫轩轩就就是爬完雷霆峰，我才对小文特别没信心。我一路等他，小心哦，你要慢慢走。哎，手要抓好那个树干。踩稳了再下脚啊。反正早起灯就是这个好处啊，你可以不用担心时间了，不用担心走不完了，慢慢走。那要看你啊，我是看你走多久啊。走多久都没关系啦，反正走得完就好，又不是赶行程，我也不喜欢赶行程。慢慢走，边走边看，才欣赏得到过程中的风景啊！对啊，你一直走，盲目的走，走完之后，看过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来，你们两姐妹，我要帮你们抄一张吧。好，这个看哪，你如果可以就走，没关系啦。那边也还好啊，好，没关系啦，都可以啦。你不要踩到那个青苔就好了，青苔会滑啦。其实还好，都还好啦。现在可以吧？你就一只手在上，你那个右手哈，你打直，保持打直哈。放低姿势，打直哦，你就不会那么累了，不需要用力。慢慢来，不要急啊。可以啊，小心啊。有树干就抓树干，树干会比较稳，你绳子会晃。夏天哦，他们会溯溪上来，看到没有？
对啊，要过溪啊，可以啦，夏天来玩水最好了。我没骗你啊，那边比较近啊，那边比较近啊，这边拉绳的。没有啊，右边右边也可以。对啊，如果我真的爬山有兴趣，这些都是必备的。我是因为我都没有在用手套。你爬这边这个路线，你才可以学到一些技巧了。要一定要过溪。就我刚刚就在下面啊，过不来啊。小心了啊，慢慢走了。慢慢走啊，水比较多。你不要想那一个，你不要想那一个，不是，你就脚正踏过去。你爬过白月那么多了，你对，冲过来就好了。要不要支援？可以啦，可以撑着。来，打电话给他们一下吗？来，不是你，对你右脚下来一点，然后左脚跨过来。对，左脚跨过来这边，左脚，你的左脚跨过来，你就这样子啊，这样蹬啊，五哥可以吗？轩轩可以吗？要不要帮忙？要吗？按照你的位置要站，还是我闪开？好，很棒。一直过溪，过二三十次的溪。他原先的那个旧路从那边下切下来啊。这边做好了，这边做好了。你也喜欢挑战的啊。挑战型路线，你找我就对了。我是专门走挑战型路线的。啊？
来来来，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好会滑吗？不会啊，会不会滑？看你跳不跳过来，你跳不过来我就拉你。右边、左边，你左边那个石头，不是前面，前面，不是前面，左边。哦，那个小石头啊，它前面，你眼睛长哪里啊？那你看，哦，那大哥的你不踩，你要踩小哥的。你右边那个，对了。等一下啊！啊！哇，五哥厉害！五哥厉害啊！你可以要求走别的路啊，这条路是比较少人走的。好，可以休息，走一定要伸直，才不会累。小心，慢慢走。好看，好看， okay. 好，这一张拍，再拍一张。我这个是录影，刚刚是拍照，刚刚拍照。他这样子拍很好看，对啊。这样可以边拍边那个吗？边录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拍啊。对啊。哇，这样很漂亮啊，好看。好，换我们了，萱萱太漂亮了，滚！你滚啊，不是他滚啊，是他滚。躺在前面拍啊，换你。好，站着不要动了，换那个角度，阿达帮你拍。对，不是啦，你要翻过来啦，对啦，拍背影的。姐姐，等我们一下哈。好看嘞，那个云好看嘞。好。看我了，阿达看我了哦。好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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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翻过来，侧面，哎，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 ，OK OK， 好。这里吗？嗯。侧过来，转身过来一点，再侧过来一点，哎哎哎，看这边左侧，再侧一点，好 ，OK。来看这边，好 ，OK。太阳露出来了，你就可以拍啊，我放低牙齿。哎，有人跟着我们嘞，他们过得来吗？他们过得来吗？
好，三个亿。好 ，OK。后面有两个人呢，他们要过溪了，应该是看到我们了。我觉得应该看到我们，因为一般很少人会走这一条路，很少人走这一条路。他们那边过不了啊，他们要像我们这样高绕，然后再去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从那边下来的，旧路下来的。因为我看看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注意到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我在录影啊。其实你走旁边应该比较不那么陡吧？那你要叫我把绳子弄过来，绳子应该要在那边啦，这边比较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把它勾住就好了。好。你看，以前人家凿那个洞。那边有一个隧道，也可以过去的。这边也可以啊，到这边也可以。来，往上看啊！好。我们谢你啊，老板。我们在那个背了没有？还没，还早嘞。哇，哥换你了。啊，换你了。你看前面那个斜壁有没有？上次我就带两个年轻人走那个，就走上去，直接用走的，没搬哦。直接那个斜壁啊。等一下，看过来这边，小心哦。看我的脚步。好。好，小文看这里要。好。好好，看这里。好。好，五哥看这里。好。越走到里面越低啊，你到后面你要用蹲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你没看那么多雨鞋印。
可以拍照啦，可以拍照。我第一次来我还用趴的咧，因为我包包没有拿下来，我会弄到包包，我用趴的。山上一直说到了。对啊。哇，好低哦。你不要想让鞋子干净，我家洗了。爬山哪有鞋子不脏的？姐姐，你看，来给你过。好重哎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头哦，因为很低。蹲低。哎，因为这很低。我帮你们拍照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我喘着过来了。来来，阿达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好。我靠，这里太低了。我就曾经被头被撞到啊。是的。而且我背着包包，我用趴的嘞，像狗一样用爬的嘞。对。而且哦，它是泥泞啊，你如果是枯水期还好，嗯。如果今天好天气，明天下雨，当然是挑今天啦，对不对？那么快，哪里的？过片的。